看这就是扎针以后，这是你看啊，这是皮肤肌肉的有关肥大细胞是吧？你看这是头壳里的肥大细胞等等。你看这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就是嘛，这就是肥大细胞啊，肥大细胞。这是肥大细胞就是释放的一些 histamine， 就是组织胺是吧？也就是说是确实它可以释放组织胺。所以通过这些环境来说明呢，这肥大细胞啊，看来跟整子效应有关系是吧？跟整子效应有关系，并且肥大细胞呢，看来是参与了整子的活动。咱们大家想想啊，以前我讲到循迹感传的时候，就是循迹感传的时候，说到有些人循迹感传的出现率大大提高，记得没有？我讲的是安徽医学院发现，要么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循迹感传出现率提高了呢？对，过敏体质者。而过敏体质的人啊，跟肥大细胞关系很密切的，是吧？它的出现率是正常的3到4倍，高得厉害，是吧？也说明肥大细胞在增效的传导过程中，可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那么是这一个，就是把肥大细胞算是给屏蔽了，是吧？就是不让它脱颗粒，整体的效应受到大的影响。那么咱们大家还会问的，假如没有肥大细胞，难道整次就没效吗？我说了，整次的效应发挥是多种多样的，是吧？刚才肥大细胞一屏蔽，它降了50%，是吧？那如果没有肥大细胞，整次是不是还就没效了呢？看来呀，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派了个研究生在日本待了一年，用那个叫什么呢？肥大细胞缺失小鼠。这个小鼠啊，通过转基因技术，就基因敲除术，让它生下来以后没肥大细胞，是吧？那么这样的小鼠你扎针的话效果怎么样？发现扎针还是用的这个模型啊，就是镇痛这个模型，还是镇痛模型，整子效应依然存在，降低30%左右。也就是有肥大细胞的食物和没肥大细胞同时测它的痛愈，是吧？发现整子的效应对于没有肥大细胞的小鼠来说的话，假如能升高30%的话，有肥大细胞能升高50%，说明是关键因素之一呀、啊，是吧？其中一个环节，而不是说没有它就整次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所以通过这些呢，它说明，哎，还有一个这样的实验啊，咱刚才不是把它屏蔽以后，它不就没效果，效果降低50%了吗？那么反过来说，打肥大细胞脱颗粒的促进剂确实能起到整次样的作用，基本上跟扎针效果差不多。紧接着做是什么呢？你看肥大细胞不是能脱颗粒释放，咱说了释放什么呢？释放组织胺吗？是吧？行，咱们好多药物都是组织胺的抑制剂，是吧？你像好多过敏那些都是用的药，你像苯海拿明就是组织胺 H2 受体的阻滞剂，是吧？咱把组织胺的受体给它阻断了，即就是肥大细胞脱颗粒了，哎，它跟它的受体不能结合了，发现也能影响到整子效应，更进一步的说明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织胺是整子效应发挥的重要环节之一，还得讲之一啊，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下面再接着看啊，你看提示肥大细胞可能是经络活动及循迹改善过程一个重要环节，整子后各学区肥大细胞数目皆明显增加。我刚才说一扎针，那肥大细胞就脱颗粒，它就会增加，而经血旁的肥大细胞没明显增加，并且整次测血区部分肥大细胞形态发生改变，推测这可能是肥大细胞脱颗粒及趋化游走时发生的形态变化有关。这个肥大细胞它是可动的，是吧？这个肥大细胞它能使脱颗粒，能够使血管扩张，是吧？血管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就好啊，是吧？所以国外把肥大细胞叫美丽的细胞，为什么？肥大细胞一多，血液循环一丰富，一看面色好啊，是吧？你上网看的都有这样的资料啊，都有这方面的资料。你看，同样手针整子足三里穴，不同的手法可以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说是电针后血区肥大细胞是脱颗粒增加，并且是实行粘着手法，你看也使它的增加等等，就是看它不同手法跟肥大细胞之间关系，总的来说都能影响到肥大细胞，是吧？这说的是肥大细胞本身形态学可以使它脱颗粒。另外呢，就是一扎针以后，肥大细胞不是释放这五羟色胺阻碍这些东西吗？咱刚才从那个测定，你
你看那是高压线色谱，就是那几个峰，已经看到它释放的东西也多了，是不是？就是刚才这几个峰，哎，这个峰是不是？看到张震以后，确实是肥大那什么，就是黑色他们也是增高了。这是用，这不是高压色谱的那峰嘛，是吧？它确实是增高了。另外五羟色胺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呢，你像啊，举个例子，还有什么化学物质呢？五羟色胺、P 物质等等，它释放的这些化学物质也能增高，也能增高等等。而这些化学物质，你看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是吧？并且有多种效应。你要从五羟色胺来说，它效应就很多等等，所以使针刺的效应得到放大，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呢，就是咱总结一下，这个肥大细胞在穴位和这经脉线的分布有特异性，它是循神经血管分布的，所以往往比较丰富。而针刺以后能使肥大细胞脱颗粒，是吧？能使肥大细胞脱颗粒。另外呢，阻断肥大细胞脱颗粒可以影响到针刺的效应，是吧？这都已经很清楚了啊。这方面工作做了好多，咱们实验室也做了好多。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肥大细胞是穴位发挥针刺效应的关键因素之一。咱现在说的是肥大细胞的结构，从结构上跟肥大细胞有关系，是吧？跟肥大细胞有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咱最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行了啊。最后呢，我说说这个穴位与离子。我讲课的时候给咱们大家有意无意说的啊，这离子的工作是，就是因为全国就是咱实验室做的最多，是吧？当然以后复旦呀，包括就是上海二医也做了一些，但是咱做的比较多一些。发现呢，在针刺这些部位啊，这个穴离子有它的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呢，你看啊，就是咱以前用的是微电极技术来做的，在穴位的地方钙离子浓度高，钙离子浓度高，并且这个离子浓度啊，就是钾离子浓度也比较高。而针刺以后呢，也能够使，假如针刺的是足三里穴，能够使足阳明胃经上的有关穴位钙离子浓度也增高。而有病的情况下，有病的情况下，相关的经脉线上的钙离子浓度、钾离子浓度可以出现下降，并且下降的幅度跟脏腑程度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达络合针刺穴位和相应经脉线上的部位的钙离子以后，针刺效应丧失，这个比肥大细胞降低的也厉害。咱们大家不是听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做，这都咱实验室做的啊，这些工作别的地方都没做过。当然是一个实验室做的东西不算，你别的地方重复出来以后才说的你是真的，是吧？但是这是咱做的最早，也就是在穴位这个地方，肥大的钙离子相对比较密集，而针刺以后能够引起经脉线上，就它相邻的经脉线上钙离子浓度升高。再一个就是内脏有病的时候，在穴位上也会出现钙离子的波动变化。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咱刚才说了，不是把肥大细胞脱颗粒给它抑制了，来影响到针刺的效应。我现在说的是用一种化学物质叫 EGTA， 咱们大家在天大待过啊， EGTA 就是钙离子的络合剂，也就是它打进去以后把钙离子啊，那就都就结合上了，钙再发挥不了作用了。所以打上钙离子的络合剂 EGTA 以后再扎针，针刺效应当然不能说是丧失啊，那降的比50%还大，降的比50%。并且这个东西它做的可不是一种模型，它做了8种模型，是吧？你看，就是假如说啊，一扎内关穴，以前心率时长是持续60分钟，给造成模型以后，一扎内关穴，哎，变成30分钟了。咱认为扎内关穴可以使心率失常提前恢复，以前60分钟才恢复，是吧？以后30分钟才恢复。如果下次再扎内关穴的时候，先打 EGTA， 给它注射上，再针刺的时候又回到60分钟去了。这文章我发表了大篇啊，都是咱实验室发表的啊，主要上世纪的90年代，我主要做这个的，所以你们看看啊，反正这一部分结果，我自认为它是正确的，因为现在看这个钙的作用实在太多了。咱刚才说了，那钙不僵是吧？那什么呢？缝隙连接跟它有关系吧？肥大细胞脱颗粒，就是肥大细胞脱颗粒，如果局部没钙的话，它也脱不了。肥大细胞脱颗粒必须有钙离子浓度升高，神经递质的分泌也离不开钙啊，肌肉的收缩能离开钙吗？所以这个钙啊是个关键环节。也就是说是咱现在要找，也就是一个什么事得找最关键的环节。我看这个钙啊是咱们针刺效应发挥的关键环节，
我还可以不假之意。真的，没他非大细胞活动不了，没他神经没动作电位，没有他那个那叫什么缝隙连接那个通道都打败不了，没有他的话肌肉都收缩不了，那咱们的肌肉收缩整改的话，那能离开肌肉收缩吗？所以说钙啊，他做的工作最多了啊，现在还沿着钙做，没钙的话神经动作电位都会发生改变的，是吧？你看虽然神经动作电位是钠钾的平衡电位，但是在这里面钙起到调节作用，是吧？钙起到调节作用，所以说呢，你看钙离子生理功能广泛，咱们认为是它参与了整体作用的过程，或者参与了经络活动的过程，是吧？参与经络活动的过程，它是咱们整体效应产生或者经络活动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所以这个钙的作用是非常多，所以顺着它的往下研究的话呢，我想对揭示针灸作用机理、揭示经络穴位的实质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你看现在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阻断细胞膜的钙通道，它钙的活动啊往往是在进入细胞内以后它才能发挥作用。你说这个钙啊虽然是非常重要，但是钙的活动往往是从细胞膜外潜入到细胞膜内它才能发挥作用，而细胞两边啊它上面就是浓度差别很大的，细胞外的钙离子浓度大概是10^-3 m/m， 就是摩尔，就细胞外的10^-3，因为很高的，而细胞内的10^-7，差四个数量级，这么大的浓度提度差靠的什么？钙通道，这是起到与选择的钙通道。所以说是钙它从细胞膜外进入到细胞膜内，跟它的配体结合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用一些受体的就是钙通道的阻断剂，像新通定二波就是一波定，这都是细胞膜的钙通道阻断剂。所以咱现在治疗心血管的病的那些药物大部分都是钙通道阻断剂，只要把钙想办法不让它进入细胞膜内啊，它那些细胞的一个自杀过程就进行不了了。包括脑血管病尼莫地平都是钙通道阻断剂，包括治疗癫痫的好多药都是钙通道阻断剂，确实这样，想办法别让它进入到细胞膜内。现在发现针刺在某种情况下具有阻断钙通道的作用，是吧？这方面文献报的也比较多。这我们做的就是给穴位注射这些钙通道阻断剂以后呢，使细胞膜外的钙不容易进入到细胞膜内，同样会影响到针刺的效应等等。这是关于穴位的结构啊，咱就讲这么多。咱简单总结一下，在这里面咱介绍了主要是有六部分内容啊，咱简单复习一下，总结一下啊。这是咱们今天讲课的重点，一个是首先咱们大家树立的概念是这样啊，穴位不是单一的结构。别说什么就是穴位是神经，穴位是肥大细胞，穴位是结缔组织，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立体构筑，是不是？你扎针的时候不是说仅仅扎神经啊，扎肌肉，扎肥大细胞，你说是不是？是吧？它是刺激的是一大片，而在这里面在穴位的地方神经末梢相对丰富，肥大细胞相对丰富，是不是？再一个就是血管相对丰富，另外在那个就是有关结缔组织，有关肌肉，在这个地方肌肉和肌腱在它的循行路线上跟经脉和筋茎有一定的关系，是吧？至于我最后讲的钙离子这些啊，主要是咱们实验室做的，当然呢还得进一步的来检验，是吧？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就行了啊，不作为重点。这是咱们所讲的穴位的结构啊，下面咱讲穴位的功能。这个啊，我想不作为重点解释，但是咱们大家得掌握啊，在考试的时候经常考这个啊，穴位的功能你不能就是按照咱们传统针灸学来答啊。穴位的功能就两个方面，我上午已经说到了，是吧？八个字儿：感受刺激，反应病症，是吧？感受刺激就是一个传感器，这个反应病症就是个反应器，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这就是咱们的这些刺激都是作用于穴位，是吧？以多种多样的形式都是作用于穴位，穴位作为一个感受器来先感再传，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叫感传器啊？先感受刺激，不管是你看毫升是不是机械刺激，艾灸的是一个温度刺激，当然不仅仅温度啊，后面我会讲的啊。咱后面就是 PBL 教学，咱就说是对，咱现在正写那个教案呢啊，就是艾灸为什么能治病，是吧？你用这个
咱们的这个纸舅舅看行不行，用树叶舅舅行不行，是吧，咱得说明他爱舅舅是比他好，你们得查大量的资料啊，咱到时候再讨论啊。咱过两天会把教案发给咱们大家的。你看电证的电流、磁疗、推拿的冲压、激光的能量都作用于穴位上，所以穴位首先是感受这些刺激，所以穴位是感受装置，是不是？它感受完以后呢，再进行传导放大，从而产生效应。所以穴位首先是一个感受装置，并且这个穴位对不同形式的刺激有不同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咱刚才说的是，你看声光电磁热机械刺激都作用穴位上，但是穴位呢，对不同的刺激，它的适应性是不一样的。你看啊，你看有的是刺激一段时间以后，对刺激的敏感性会降低，发放的冲动频率直接减少，感觉也会减弱，是这样。你包括电刺激，是不是这叫疲劳啊？或者这叫耐受？这越电针时间长，它这个针感可能越弱，是吧？这叫感受器的适应，这叫感受适应。适应是所有感受一个共同特点，它出现的快慢在不同感受下有所不同。穴位有多种多样的感受器，所以感受各种各样的刺激，因此适应的发生有快有慢。例如穴位对电针刺激发生相适应相对较快，所以一个频率刺激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觉得刺激了，是不是？咱得调调那个频率，换换那个强度，是不是？而对毫升机械刺激相对比较慢，所以说不同的刺激有不同的适应性。另外呢，还有感受阈值，你得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能引起相应的反应，这个好理解，我不讲啊。另外就是这个的话，穴位对刺激具有放大作用，是吧？以前对穴位的放大作用提的比较少，咱们这本教材咱是首次这样写的啊。你们大家可以，穴位是不是个小刺激大反应？以最小的刺激引起最大的反应的地方就是穴位，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穴位对刺激具有放大作用。第二个功能叫反应病症了啊，穴位具有反应病症，也就是说当脏腑或者经脉有病的时候，在相应的穴位会出现反应，所以穴位也是个反应点。这个反应的形式呢有四个方面，有四个方面啊，咱们书上说的比较详细了啊。要感觉异常，看见没有？这个咱们大家记住啊，经常考试的时候，穴位的病理反应方式有哪些形式，你可得记住了啊。我在这儿可不再说第二遍了啊。你看，一个是感觉异常，第二个是什么呢？组织形态改变，第三是生物物理变化，最后是生物化学变化，是不是？所以穴位的反应形式有四种啊。首先是感觉异常，这好理解，有病的情况下，阿是穴那就最典型，是不是？感觉异常，或者牵扯痛，或者有麻木感，这都是感觉异常。第二个，你看组织形态学的改变，还有病的时候，你看在那个地方会出现一些瘀点、白斑，或者耳穴呢会出现丘疹，或者会出现隆起，这不是组织形态的改变吗？有时候还会出现硬结、条索状的物，是不是形态学改变？第三个，生物物理学改变，咱们大家最清楚电的变化，有病的时候电子开始变了。最后生物化学的改变，你像我刚才所说的，有病的时候钙离子变了，有病的时候局部的 pH 值变了，有病的时候局部的神经递质浓度变了，生物化学的变化。所以主要是四种变化啊，具体详细的我不讲啊，具体详细的我不讲，也就是咱们大家知道有这四种变化啊，有四种变化，并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下面呢咱说说规律，也就是说有变化，那么变化的规律是什么，是吧？咱来说说变化的规律啊，变化的规律就是穴位病理变化的规律。所以有这四种变化，那么有没有规律？首先是部位方面的规律。你说有病理情况，它是反应点，反应在哪些部位呢？你看啊，主要是在背腧穴，背腧穴、募穴、原穴、细穴，确实这样，这跟咱们中医理论是一致的，是吧？一致的。我一直说了，这个膀胱经啊，跟别的经脉来说有特殊性。膀胱经上的许多穴位不治膀胱的病，是不是？而治疗的是相应脏腑的病，实际上跟神经反射有关系，是吧？跟神经阶段支配也有关系，后面咱会讲的啊。但是背腧穴确实在调节脏腑疾病上，并且这个熟木配穴，木穴不是在前面吗？腧穴在后面。实际上熟穴和木穴如果按配穴来说，它往往属于相同的神经阶段，前面跟后面最后都进入相同的几次阶段，所以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一的作用，
一加一大于，后面我会讲的啊。你看一前一后啊，行书是吧？那肺书等等，跟它前面的募穴都是一一相对的，是吧？所以说呢，往往部位特方面来说，反映在背腧穴、募穴、原穴、细穴、耳穴上比较多。这个耳穴很敏感，好多有病的情况下，你的耳朵，哎，这两天这个耳朵这个地方有些压痛，或者这个地方出现一些丘疹，你可以引起注意了。有时你可能还好多检查还检查不出呢，但是这时候就有反应了，是吧？好多功能性的改变，在穴位的反应往往很敏感，是吧？很敏感。所以说呢，这是部位的规律，部位的规律啊。再看看跟脏腑相关的规律，具有相对特异性。你看穴位病理反应，在体表的分布区域和部位与患病的脏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你看啊，胃病的患者在胃腧、背腧穴反应远较肝病患者多而明显，也就是一组是肝病，一组是胃病。肝病的患者看在胃腧穴有多少反应的，听明白这意思没有？而胃腧穴就是胃病的患者在胃腧穴有多少反应的，最后发现还是胃病的患者多。如果你经调查啊，咱好多科研就犯这个错误，胃病患者看胃腧里面反应多少，哎，但如果你最后发现肺病的患者在胃腧也反应很多，你不能说是胃腧跟胃相关，还是说明的胃腧和肺相关了呢？你不能说它的相对特异性，是不是？所以得有对照，你才能说明它。肝病的患者在胃腧反应少，或者心病的患者在胃腧反应少，你最后发现胃病的患者远较心肝病在心胃腧的反应多，那就说明胃病的患者跟胃腧相关，这不就是脏腑相关的特异性吗？对吧？其他的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呀，就是我上研究生那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师姐做的，就是电阻测定，做穴位电阻，她测什么呢？测心脏病在心腧有什么反应。快弄答辩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提出，你这个说明了问题，说心脏病在内关有反应，他认为胃肠病也在内关有反应。咱们的内关不是也治疗胃肠病吗？你怎么说诊断疾病就诊断是心脏不是胃肠病呢？哎呦，快毕业了，把他急坏了，赶快又跑到那个什么，就是消化科，再看看胃肠病的内关反应到底跟心脏病在内关反应的出现的几率，最后发现还是心脏病在内关反应的多，而胃肠病在足三里多一点。要是把他吓唬就毕不了业了，你说是不是？那时候可以比较严格，一共就四五个研究生，那我们一届就四五个研究生，答辩的时候几百人在下面坐着呢，不像现在的，哎呦，那几个导师在那儿一说，那几回一会儿就接受，特别是你们答辩，我估计太简单了，是吧？哎，今天课里没事，来，咱答辩，三分钟结束了，那哪能行？我们那时候就不睡觉，每天就背那个幻灯片，那得准备好长时间，并且做的东西做不过去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就怕写过不去，那还真有过不去的，是吧？你看这就是相对特异性，是不是？说的是相对特异性。刚才说的是跟脏腑之间的。就是有没有相关，现在说的是跟脏腑的病程有没有关系，也就是急性病或者说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在穴位的反应上有什么不一样。咱们看看啊，说穴位病理反应的性质强弱常随疾病发生相应的变化，病变轻时阳性反应的数量比较少，结节性反应反应较软。你看啊，病变轻的时候往往反应的穴位也少，并且是有硬结性，这样的病理反应也少。而病变加重的时候，相应的阳性反应的穴位比较多。这个阳性反应就是咱刚才说的那四个方面啊，不管是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或者是感觉异常，或者说是颜色改变啊，反应的结节质地也较硬。你看啊，例如胃癌或肝癌患者，那这是比较重的了。阳性反应穴位的反应总数可以达到25到50个，也就是对胃癌的患者在全身可以找出，不管是压痛点或者结节，找出几十个穴位。就这个意思，此时分别在胃腧和肝腧见到病理反应，而胃功能紊乱，那就是比较轻的病了。比起胃癌来说，或者是轻症的肝吸虫病人，在无结节性反应出现。你看，这个有结节性，这个没有，仅在胃腧和肝腧穴位出现一些反应，所以出现的穴位也少，因为病情轻啊，也没有结节状的东西出现。一般情况下，像结节状这些东西出现，往往病程是比较长的时候。反正从我这个认识过程来说啊，这个压痛点实际就是个神经源性炎性反应，神经源性的炎性反应，与炎性反应那儿压痛点了，而炎性反应会使
炎性介质渗出啊，是吧？血管渗出增多，时间一长，组织就粘连了，粘连时间长就变成硬结条索状的东西了。这是几个过程，而出血绝对不会出现条索结节状物的。